七夕快到了，你想和谁过呢？难道你想要千玺陪你过七夕？你先的微信只把你置顶，一不说他愿意把平板主页都换成你。要Hey girl， 你想要不用上班上学睡到自然起床，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番为你喜之郎，思聪给你转账，身材夸你很棒，饿了隐形为你吃饭，说慢点很烫。抖音。